实力，而最重要的还是现场的 live 的表演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实力。好的，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真的是有福了，我们紧接着下来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我们首先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甄焕宇老师还有陈志宇老师，欢迎两位老师前场做准备。那么紧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看得到的四手联弹。是的，陈焕宇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知名的钢琴家，当然陈志宇老师也是。那么陈志宇老师在这一次的艺术节的活动当中，他还特别受邀来担任普利耶，普利耶是法国相当知名的小提琴独奏家，担任普利耶的钢琴伴奏。好的，那么这么精彩的时刻，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，为我们带来的是德布西小组曲芭蕾，芭蕾是四首组曲当中的最后一首，我们屏息以待，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陈焕宇、陈志宇老师的四手联弹。